全民终身。走了走了，这也气死了。我们感到很失望。失望，中国人太可悲了。真的，太可悲了。不想多说的。那你会开始会怎么想？这个宣判会是什么样的？你预想这个比我预料的还情况还要惨，还要惨，还要惨。我想总要问他几句话，对对对，一句话都不问，直接就判死刑了，说的就像一个老太婆的包脚布一样的。什么血，几楼的血是谁的，刀口有多少长，这个话有什么想讲？应该问他你杀人动机是什么，母亲现在在哪里，应该告诉大家。杨家一句话都没有，哑巴绝对不可能的。他不得了，人道是人的权利，没讲话，他讲的经过要问他的，应该是这个承认有没有这个事实，他没有啊，没有一问一答，这个没有法律程序的。到派出所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这一段整个过程都不讲。他的犯罪动机是什么，动机是什么，他的原因，对吧？那他的辩护律师有没有说话？没有的。